大家对中国四大行都非常熟悉，但其实中国光大银行的品牌形象和市场价值呢，也早已深入人心。在为广大客户和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金融服务的同时，已成为一家运作规范、颇具影响力的上市银行。那么它与其他银行相比，究竟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？中国光大银行作为数字银行先行者，聚焦一流财富管理银行的战略愿景，围绕零售信贷、资管理财、托管结算、绿色中收等重点业务，为日渐增长的中国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提供全面的服务。海量的金融数据保护与处理是真正的数字化践行者，呈现在你面前的财富增长背后是光大银行国际化人才、高知人才等强大人才队伍的支撑。光大银行在人力、财务等多项资源上向零售业务倾斜，2021年专门成立了零售信贷部，结合了数字金融部和云生活事业部，并且专门搭建了零售金融人才库，不断扩大投资顾问和财富顾问专业队伍。光大银行准确的吸财、选财、识财、用财、养财的背后是用友集团专业服务的强力支撑。之前的数据标准缺乏在招聘、人才盘点、人才培养、人岗匹配等方面的统一，在用友的支撑下，更好地解决了人才队伍建设的问题。从人力资源数字化角度支持了光大银行在业务上的倾斜，在公司金融和零售金融上快速稳定增长，也更好地保证了我们钱袋子的稳定增长。洒播阳光照万家，选择中国光大银行就是选择了时尚写意的生活方式。我们坚信中国光大银行的增长和提升，因为奔向梦想的人身上有光，坚持梦想的人眼中有光，而创造梦想的人前方有光。